我乃真神之女观音瓶，虽然力量微薄，但是我会努力。击退曹仁。要攻破八门金锁，不能用普通的方法。总之，请仔细听好我的指示。
乎顺利完成了呀。这样一来，大本营就暂时安全了。好了，我们前进吧。我们将这里收入囊中，可以吧？练就这种实力的，要是有了兵器，对进攻确实更加有利。但是，敌人也不会轻易交出兵器吧？展开防御阵，你是来抢兵器的，看我这就把你打回去。我才不会把兵器交给你们，受死吧。我太大意了，没想到兵器竟会被敌军夺取。居然会被夺走。也是毫无意义，只能放弃兵器了。我们撤！哦，已经结束了，那就太好了呀！现在军中可谓是首屈一指。我们将这里收入囊中。
可以吧？这种实力的金锁是无人能破的铜墙铁壁，你们的攻击会全部被击退。那个阵由无数士兵组成，即使进行单点突破，也会立刻被补充上。可以击败厉害的将领，或逐渐攻破阵型。无论都要先选好方针，再开始行动。你们已经深陷曹然大人的陷阱，盾兵前进，我一个人连弩部队连续射击。他们盯上了防守薄弱的地方，香槟临行部队共同进军。竟敢对抗我们，真是愚蠢至极！这就让你见识到我们的厉害。要面对持枪和兵器的部队，实在不好对付。但值得庆幸的是，旁边就是持剑的部队。原来如此，看来你有点本事嘛！进军吧，我们也来帮忙援助。虽然我们技不如人，曹仁大人，请原谅我们吧。进展顺利，八门金锁的一角已被攻破。好了，趁这个机会，快点逃跑吧。占据优势，敌人来了。不过，休想攻破曹仁大人的八门金锁阵。持剑的士兵相对较弱，可以将他们定为目标。不过，不好对付的部队就在他们旁边，因此要小心行事。阵型已经难以维持，曹仁大人。对不起。